气死我了！哎，哥，你气什么啊？我要说了，我被骗了啦！啊，不会吧？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块超炫的冲浪板啊！哇塞，超正，超便宜的！于是我二话不说，立刻给他买了下来。谁知道寄来的竟然是一个小模型！哇，不会吧？他在骗钱啊！你没抗议叫他退钱吗？我是想抗议，不过他已经消失在网络上，我想找也找不到。我看我只能认栽了。哦，别沮丧，还是有方法的，让我来帮你解决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要不然我网络警察干假的，搞网络诈骗，欺骗善良民众。哼，看我把你揪出来！网络匿名性这么高，就算我买空卖空，警察也抓不到。就算网络匿名性高，但网络上很久没有被留下痕迹，只要有记录可查，还是能让你无所遁形。网络诈骗真好赚，除了买空卖空，我还可以贩卖色情照片，骗取网络虚拟实物，狠狠的海捞一票。你不要得意，现在政府已经有专职的网络警察，是研究出所有不法行为。既然抓不到我，那我也就不用负责了。错，网络诈欺会触犯刑法第399条，普通诈欺罪，而一旦犯行被抓，还会以所犯情节加以惩治。快点往哪里跑！别动，别带我了。哥，你看，没有一种犯罪不需要付出代价，就连网络犯罪也一样。只是你被诈骗的钱可能要不回来了。没关系了，至少歹徒被抓住了，以后在网络上购物，我一定会更小心。这样就对了。网络匿名性太强，让很多人为了想大捞一笔钱，就搞网络诈欺犯罪，甚至骗取商业研发机密等等行为。其实啊，任何网络的上传下载动作都会留下证据，如果以为这是虚拟世界，认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逃过制裁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